的游子怡，浮云游子怡。对。然后呢，然后我们卡号手是财管一的罗明轩。罗明轩。罗明轩。然后我是 B 一，我是 B 一池玉婷 Emily， 大家也叫我 Emily。受伤了之后，然后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接下来你就会其实觉得寂寞一个人也是蛮不错的，然后会开始喜欢寂寞，所以呢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，然后同时为我们的学长们学长致敬，对，苏打绿。Yeah.